今天我们有这个四大运的金牌、银牌的选手啊，这个待会跟好好介绍。来，欢迎我们的几位特别来宾。好的，马上为您介绍王琦。大家好，我来了。还有雪碧哦。人家比较记不得，他要背面人家才有感觉。有观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特别设计一段，叫历史重演，是啊，露屁屁那一段，好不好？今天你如果觉得你输的话，打屁股呢，就要好不好？露那一节就好。好，没有想到人的一生因为一个小屁股改变了。待会再来跟我们聊，好不好？来介绍我们的笑话女神，好不好？我们的曾志熙。千万不要！冷静！这里有一个卫生纸，我怕你拿出来凹一块。用过了吗？它是什么颜色的？它是灰色。白色。我就故意啊。它是白色，那它如果用过之后会变什么色呢？用过之后用黄色的。哎，看人哦。看他讲对不是？不对啊！用过之后它会变垃圾。我觉得其实 OK 啦，我觉得 OK 啊。每次来我都觉得说，怎么好像都是我穿最少的感觉。啊，就你有料，我们没有啊。有吗？我没有觉得什么，我没有觉得我身材很好啊。是吧？哎，你有二三十万的粉丝，开玩笑，我们节目就靠你啊。对，是不是？现在经营粉丝很重要。看看他们因为一个四大运改变他们的一生了。哦，这个可以讲说多少年的叫汗水。泪水换成了叫做功成名就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来，给他们现在掌声。台湾之光啊，哇，台语制作人特别来给我看那个你的影片，他说什么跆拳道，他说跆拳道只是比手画脚而已。对，我说这也叫比赛，品势。我本来不觉得怎么样，但我看了那影片，我觉得好厉害。厉害，谁要跟你对打呢？云弟，你是花式跳水吗？对，对不对？也看一下。你这是名次没有很好，就是我们混双在旁边做裁判。哎，各位，听一下好不好？混双第十名，哇，不容易啊！因为台湾的这种跳水运动来讲，基本上不是那么的 popular， 对不对？没错。几岁开始学？我。你小时候是练体操的，你跳花式跳水，你一定要体操的底子。我这样讲没错吧？对对对，因为我也是学体育，当然开玩笑，可是我拿过全台湾第二名呢。怎么第二名？第二名啊？什么麻将吗？我麻将拿到世界的第十名。哇！我游泳，我是全台湾高中的时候拿过第二名。中上运动会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全中运嘛。你有参加过全中运吗？有。拿第几名？没有名，可是很多网友朋友都想问他说，他的屁股到底是怎么练的？好翘，屁股可能天生。这是今天的重点吧？没有，我不多。反正我没有看得很清楚哎，没有，我是看翘不翘了。真的，男生摸没关系了。对，现在很多女粉丝想摸。想摸，对，不止女粉丝。哎，你那，你是不是故意设计的？没有，因为我们角度对啊，就是直下的话，水花比较小。对啊，它比较小的话就是角度的问题，就它会有那个叫冲击力，对，裤子就会掉。那你就绑紧一点喽。导播又蛮准，就刚好拍到。什么导播准？导播一看它掉下来，刚入音。哇！鞋子垫进去了，一战成名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凯瑜呢，他的这个跆拳道品势。哎。来，你打一下，可以教。一个男人长得像娘们。又一个。他刚刚那一
脚踢上去的时候站得多稳啊！对啊，你讲话，你男朋友应该是不敢含扣吧？他也是跆拳道。跆拳道，对啊，这真的是很精彩。为什么打这么好？就是跟他男朋友这么搭配。对，那今天不好意思啊，你可能就败到我手下。很尽力，很尽力的。来，马上来进行我们第一个单元。今天我们告诉各位朋友，这就是个游戏哈，像我们打这个国家的这种啊，为国争光这种，哎，千万不要骂我们哈，就是节目的效果，对，好玩嘛，啊，因为他们也会打我们，打我们，对对对对。其实我们很怕被他们打到，感觉力气。我打他们，我一定会往死里打的，因为他们身体应该练很壮。你往死里打，你觉得他不会往死里打？他是女生。来，来，男生的，我们男生啊要配对。知道吗？搞不好我跟你一对。好，这是男生的啊。来来来，就是可以看了，可以看了。来，一二三。过去。小梁哥保重啊！来，小梁。小梁哥，我会尽量小。我真的很弱，不要怕。好不好？我当你靠山。好。啊，待会你比较大的时候用力打，好不好？打看看可不可以休息两个礼拜。好。哎，都是你们啊。对。明弟，来，请坐。哎，你粉丝人是多少？还有6000多，过百万了。播英雄哎。啊，对啊。英雄哎，怎么办呢？这一半给他噻。对。好，放好。哎呦。来，一起翻啊。来哦！我们先演第一个，我比你大，对，比你大。哦，这个打的没有？我觉得你也在看，你在看，没有？我觉得这个真的假的？我觉得他们在随便打，对不对？其实你没有用全力，对，还没有，还没练完。来，我比你大，我比你大。好。震一下，没有，不会，不会生气啊。一打零一，他说什么？他不会生气，一接下来他赢你。他说就尽量给我大力一点。我比你大，我比你大。太好了，这个比刚那个大力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我有跳起来，这个对，这个比较准一点。来喽。我比你大，我刚不应该击中你的，这，哎呦！对啊，我没打到，我这边，哪里没打到？没有，还没，我还没集气全部的力量。他这个面积很大，还没有全部的力量。2-2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比你大。你要不要过来一点？你要不要过来一点？两只手也可以。你看，你不要拉，你不要拉太高，会看到你腋毛。我们重点抓住，1-2。哇！有吗？有吗？要演打偏了。有吗？后脑勺，我打后脑勺去了。明明就很开心，说没有打到。3-2，哇！凯宇输了哈。哇！啊，不要林地输了。来，小梁哥，我直接下我们就来，这样子再对啊，来，我当哪个？准备好了吗？我懂的，怎么懂的？我比你大。刚才已经出一张九了，已经有了，对啊。
是这我赢的意思吗？没有啦。我比你大。哎呀，来个不好意思哦。听到这一来一往。对呀。后辈要冒犯哦。冒犯。冒犯。口音。等一下，我真的要小心小心，哎，不要你打，结果那个掉下来。我怎么掉下来？我可以拉一下。那不好意思，我要，我刚刚是闭着眼睛被打，我现在张开。张开张开，哪个要张开？等一下，我有情。好，等一下，一，哪个？二比一，来，我比你大。好，奶哥，今天都是2比2，这样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。奶哥，大力哦！天灵盖，碎了，我觉得我会，就看这一把了，因为2比2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比你大。我的目的是这个。去去，我要遮吗？不用遮嘛。放心，不会掉。怎么样？都很开心。你刚才看这眼睛看得我压力很大哎。你不要再滑手。你在一直看着哎。好了，3、2。啊！不好意思，打到你的帅帅的脸呢。还好还好，3比2，好。来了哦，各位观众，这是收视率最高的一段。韩愈，我想打流鼻血奖金5000，打到当场晕倒10000，一万，这是软的，没办法，10000，软的，他还说软的，没办法，这旁边不就跟硬的吗？刚好，来，给你切牌，好，什么好期待？来哟，给你这个，好，你要这个啊，好，加油啊，好不好？中华队加油，加油。我比你，我比你大。跟你讲，大力一点啊！我就没有小声到。来哦！这一次中。我说玩的，小梁翻个案，我好，我跟你讲，不要握太前面，要插到这个位置，不用啊，要打这个插到这个位置打到，这个要打到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哦！你要不要叫呵，先运气一下，你要打气再运就好，打气运，不用，才第一集而已。男生，我比你大。不好意思啊，没关系，还不怕，他会运气，把身上的气全部运到遇到天庭盖。天庭盖，小兰哥，你不要激怒他哦。有一点，有没有打醒？怎么可能？有点，那天庭盖很薄，打一打，没有像雪碧那么厚。我比你大，压他一大力，大力哦！奇怪，为什么我在抖啊？他架势出来了，架势出来了。他还是有战辣了。对啊，他嘴巴在那边叫啊，其实。你小孩才1岁半，2比1，我比你大。哎呀，今天都是一来一往哎，我觉得今天蛮平均的，好平均哦，2比2，拍谁哦？有比刚大一点的。
两个都在节目做效果，做好人，做好人呢、啊。我都当坏人。你觉得有比刚大力一点？有。你看，哦，你看，有。我想这次赢了，我跟你讲，大力一点啊！我居然没有小声到。来哦，准备，我比你大。Yes。有吧？有吧？这一次他刚好这一节，而且打的这个位置，他刚好投下来一点点，好准！哎，有失了，他真的失了。有看到星星吗？满天的星星。好了，我们要统计一下成绩，雪碧吗？雪碧。好，我们雪碧三个，还有王琦，他们三个人哎，三个人均哇，今天都是3-2啦，一人抽一张。最大的待会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王琦叫王琦，好，王琦，好不好？哎，来，马上我们进行下个单元。来，进单元，怕死不怕死？各位观众，今天看到画面比较特别哈，你看都是我们四大运的啊，这个出类拔萃，怕一啊。那我就今天你一。哎，好不好？王琴六，好，看谁庄家。一二三，哈，我三，我庄家。其实庄家没什么好的，也只是叫牌，只是叫牌，我先叫而已啊。我们第一 round 就打屁股，好，来看六位的牌。六位一定要看你的。先看王琴的牌，凯玉的牌，贺群的牌，还有乃琳。乃琳的牌，雪碧。云帝哦，这样子哦，哇！我先看一下，我先想一下怎么害人。我往这边走，还轮不到你。二就好。三四，大声一点啊！三四，出来！哇，很快打完，不一定会播。哎，会播会播，会播的。好，先来，哎呦！哎，你看你们每个都在讲风凉话，哎呦，牌都还没算好，哎呦，我都还没完蛋，不是你们被打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刚才那段算暖身，好，正式来，好，他装，你装，浪费时间，真的，前面的，好，来看大家的牌，好的，先看王琴的牌，凯玉，贺群。乃琳，雪碧，云帝哦，好可爱哦，小梁叫，二三四，往哪里？哪里啊？这里好了，好恐怖，五六，五六啊，会耶，会玩，厉害，王琴叫，好厉害，七八九，走。凑巧，真的，你知道？你没有看到他的牌，你没有看到他的牌，你要看下家的牌。叫多少？刚叫多少？五六啊，五六，五六嘛，对不对？你先中了。那我要让全国观众看看我打赢你，好不好？哇！屁股翘起来，翘起来。他绝绝。对对对对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这一次爱护你的所有的？朋友、同学、家人，所有的粉丝，讲几句话啊！屁股夹紧哦，我 OK 的，不用担心我。好，可以讲了。太短了啦！你要说谢谢你们支持我，谢谢你们支持我，谢谢你们来看我比赛。什么感觉？因为之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嘛，对，什么感觉？有感觉吗？没有，我妈小时候也有打我，所以还好，习惯了。教练会打你，口味怎么这么重？还是我妈妈？妈妈，多久没被妈妈打吗？确定是妈妈在打？妈妈打的，很久了，很久了，非常久。你当庄，你当庄，来来来，好 ，Round Two 哦 ，Round Two， 啊，脚底板喽。脚底超痛的，会麻麻的，都害怕，痛到爆炸。打了，我明天不小心投死。但是我感觉我牌都那么小。哦，好了，来看大家的牌。好的，先看王琴的牌，凯玉，凯玉，
特群，乃琳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雪碧，云帝哦。来，开云叫，从哪边？二开始。开云叫，这从这边啊？哦，多少？我看他想害我。没有。是六七喽，我知道他想干嘛，你既然想害人，你的脸就想害人。怕死！啊！怕死！这惊死你！七就怕死哦。王琴，不是我怕他，就是我怕他也会给我怎么样。好，那我就八好了。八。脚底板，脚底板。我真的要用力哈。他有练过，他有练过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就看到你有练功了。你就不要看，比较不会怕。会集气。对，集气。拜托小力一点，我看到我都怕。真的很大力耶！哦，你蛮大的，你力啊，六回啊，你啊！不是有练功吗？没有关系。你的粉丝团要不要先暂时关闭一阵？真的很大力哦！先闭一下，先闭。这样我心里有点挣扎。不行，那很怕吗？我打一定是麻的，麻的。麻的是好的吗？正常，正常。然后我打边啊，有没有？还好。很想对不对？对，想不想？再打一次，还要不要再一次？可以踢了。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血路都通了？有通了，对不对？从这里，通到这里啊！哇，又到天庭了。他就是运动员，你看他这个血液流动的比较快，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？好了，哇，又是你当庄。对，好，你好，我看到我都害怕。真的吗？你认？我知道，我以为打到哎。凯莉知道三张的哈。知道，我觉得你那个打到应该会就是，他会跳起来，对不对？他可不可以就一脚踢到我这边来？盖好，勾是11哦，哈 ，Q 是12哦 ，K 是13哦。你了解吗？知道哈，不会是3吧？不会吧？没有那么小啊。三开始。三四五。往哪里？往这。那我开了，你干嘛目标就6就好了？六就好。等一下是全餐。七八九。有涨？没有，好不？27、28，真的假的？
先打屁股先打。屁股要把那个撩起来，撩起来，撩起来。哎，这个屁股很多人喜欢。很精彩的屁，6000多粉丝。6000多粉丝。你这样打，我看我人 QQ 粉丝少。不会啦。好。屁股吗？对，就屁股。对，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，用力哦。瞄准，不要不要挥太大力，对，不要挥太大力，对，瞄不准，用力哦，用力。在节目里，这两个人杠上喽。男生对啊，而且他有练过。可以。内侧那个肉蛮嫩的，很嫩，对，那叫腿边肉，屁股也蛮嫩。我打一次给你知道。还有啊，我没有打好嘛，要粉丝也换脚了吗？粉丝也想看你被打屁股，对啊，疼啊，疼啊，疼啊！跟粉丝问候一下，快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多讲两句，6000多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。好像在管教什么？这边比较痛，这边比较痛啊，屁股比较痛，屁股比较痛啊，还没有打脚呢，脚还没有哎，哎呦，脚谁打过？但是脚我脚那种不能大力吗？可以的，他是男生，男生对啊，而且他有练过。可以。真的，你知道他最近把我当举重选手在。哇，打得真好，超大力的，真的没办法，我刚就给我贴上去。我跟你讲哦，还是马的呀，你下来当庄，你来报仇，哇，懂吗？好，好，你当庄，哎，完蛋完蛋，来哦，最后一round啊，手屁股交地板。你要记得是谁？给他去，他太会骗人，太会骗人，他真的很会骗人，看得出来，完蛋了。哎，要重冲吗？有看到吗？还好啦。会不会太近？我觉得他，哎，你什么星座？天蝎尾。哦，我就知道。报仇，报仇！他要报仇，他一定会。他的眼神有那个怒气。好啦，好可怕哦！就是他的眼神是那种我要报仇。三开始。好可怕。三四。三四个。往哪里？怎么感觉很小？往这里啊。往这里。好可怕。他会骗人哦，不能相信他。真的吗？不知道，你们跟他比较熟。比较痛，真的，比较痛哦，真的，我还是快死了，好了，快死。
打到四个，打到三个，可以了，任务完成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来，进入下个单元。谁是吹牛王？那两个国家代表队，哎，难得来。那今天赢的话，有机会抽我们的奖金奖品，好吗？好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一人六张牌，谁先脱手谁就赢了。我的吗？谢。把六张牌撑开哈，看大家的牌。好的，先来看黄琴的牌，海玉的牌。盖好 ，OK， 盖好。雪碧的牌，来，王琴。好。两张 J。两张 J。你觉得他会被骗？你觉得他真的有两张 K？ 加一 J J J 吗？我有啊。加一张。加一张啊。加一张哦。四。什么意思？四张 J。一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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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第四张，你不用提醒我们，我们看得到，吓我一跳，四张 J， 我要想一下，因为已经四张了，你只能抓他，我可以再加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加四张啊，五张，云弟不要冲动，两张 J， 两张 J， 两张 J， 真的假的？总共会有几张啊？怎么会这么多张啊？就是有人骗的，有可能你骗的，他骗的，你那两张就假的，没有啊，再不抓就，再不抓就怎么了？我其实不是，不是再，我再加一张，哦，放第二个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他没有想，他只想消他自己的，对，我只想消我自己的 pass， 你要可以，你可以抓他，安全一点，要吗？ pass pass pass， 你可以抓他，你可以抓，我要 pass， 你要 pass 啊。两张 K， 对，哇，要出手，加一，加一张，好恐怖，加一好了，加一张，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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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你看他，你看他，你抓他，感觉就可以抓，他可以抓，我刚刚要跟你谈，我跟你讲，他可以抓，他可以抓。第一次上我们节目，跟你解释一下。好，我们从一到二十号，这里面的号码呢，有一个号码是摆三十万，有一个号码会摆二十万，有一个号码会摆十万，还有另外四个号码会摆这四个奖。四个奖有超神水洗碗机，价值25000元；抗氧化水摄影机，价值30000元；质感双温酒柜，价值30000元；还有移动冷暖空调，价值32000元。这样懂吗？懂。就是有七个是大奖的嘛，都30000块以上的，那有13个小奖。那你现在选一个号码，选九号。九号为什么？九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直觉就对。对，直觉。说不定是九号，你想不想换别的号码？不想。哎呦，哪一个是在暗示你？对啊，他是在暗示你啊。好了，没有，不是暗示我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你都要问三次。好，每个都。你认为九号会是大奖吗？你也不知道。对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他有可能是矿泉水，有可能是30万，有可能20万，有可能是什么？我们冷暖气空调，我现在出10000块，跟你买这个奖品，几万块？不要，不要，才1万而已，不要，真的不要。你是不是很心动？有一点，我跟你讲哦，对一个大学生，你要知道，他一个月零用钱才不5000块哦，换不换？你们这姐姐，就是污染他，带坏他。各位观众，这是我们节目开播了半年，第一次。节目开播以来首度发生。就这个九号，我们就要对决了。对啊，对。你如果赢我的话，这个奖品可能是大奖、小奖，你都带走。所以如果换，如果换10000块，你赢了，这10000块就是你的。哇，好可怕！你问雪碧，你看雪碧啊，他根本不看我，好不好？我是觉得，其实你已经大学生了，要有主见。我觉得，这喝一次酒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跟姐姐比，好不好？你一说换，就有人跳起来了。不是，就九号，他等下可能会加钱。你要10000块嘛？他等下可能会加钱。哎，你们这姐姐，好了，就是污染他，带坏他。各位观众，这是我们节目开播了半年，第一次有10000块换奖品的啊。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子？他万一是矿泉水呢？你要不要赔他1万？哎，要不要？可是我们也是为这很难讲嘛，你懂意思吗？对不对？很难讲啊。那你要不要再考虑？加钱。可以啊。你要换1万吗？大学生是眼见为凭的啦。对嘛？实际啊，实际。各位观众，10000块换了九号，他会不会赢这1万呢？来。看着3号机，告诉你的粉丝朋友，如果9号是9号，你要换10000块，这样讲，来，9号，我一定要换10000。加一定啊！来，马上进行我们的天下无双。天下无双，我们的跳水的高手凌云帝，奶哥，加你5000。哇！不拿几百年了，打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个7战4胜，哈，如果你赢我了，10000就带回家了，好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我从来没有心肠这么软过，也没有在这个单元上那么轻松过，才10000，没压力，哈，加油！来，请出第一张牌，出你觉得这张一定会赢奶哥。不要出8哦！如果你是8的，赶快拿回去。不是哈，因为什么？因为8只赢鬼啊，其他全部输啊。请开牌。哦，有默契哦。哇，你也算是会玩哦。你要上这节目有先看节目对不对？没有哎，我家没有电视的。你这么随便，我们都练习嘛，没空嘛。练习哦，对啊，练习都没空。来，一瓶，这次你看出12对不对？开，请开牌。
在剁。他也蛮厉害的，一直有运动的人比较少。1-0，别吓我。有什么好笑？又不是裤子掉下来，有什么好笑？又不是给你一道奖金就要脱裤子。到底奶哥会不会手下留情，让林云帝把奖金带回家嘞？广告之后，我们马上回来告诉你哟。3-2，恭喜林云帝获胜。可是因为可是没有，因为我来家是我第一次看我输，看到对啊，他真的很聪明哎。因为我今天是有一点点心软啊，15000，恭喜林云帝。我想知道奖品，我要奖。各位观众，节目就是这么巧。我们想都没想，想要安排这种效果都安排不出来的。你知道你抽到什么吗？是啊。阿妈的购物袋。各位，得到的是，他如果不换15000，他可以得到的是新台币。最好用。哦，这次可能是现金奖。哦。现金奖哦。30块，30块还是30万？选一个，他一口气选9哎，而且他从头到尾只叫这一个号码，完全没想到，我也不知道，你当然不知道，废话，知道。然后呢，我出10000的时候，他就是换了，我心里面就窃喜了，我的压力就没有了。哎，他如果从头不换的话，这30万我压力就很大，所以今天我加你5000，是给你鼓励，好，知道吗？好，加油，15000，恭喜了林云帝，谢谢阿姨。别忘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8点整。